这个是通知我冷神，然后给大家加了一个椅子舞，你们点点关注给跳椅子舞，点点关注给跳穿高跟鞋的椅子舞，不点关注就光脚跳了。手机后左上角，电脑右下角，大家选择一下舞蹈，选择一下舞蹈啊。第一个是戴帽子的双面镜那个，第二个是穿高跟鞋的，也是双面镜，第三个是椅子舞，大家选择一下，一二三，光脚好看啊，是吗？那就不穿高跟鞋了，刷一二三，不要刷六啊，还四，三，二，一，第二个，居然第二个，真是超乎我的想象，先跳第二个。这个也是穿高跟鞋的，大家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
到电影关注哦。哎，好热呀。没谁了，到电影关注，我的妈呀，好尴尬呀！啊，我才知道，大家电影关注选择一下下一个舞蹈，尴尬死了简直啊！你们总说拉链开了，谁以为是真的假的？选择一和三。一是双面镜，二三是椅子舞。我以为骗人的。三二一，第一个，最后跳椅子舞啊，太尴尬了。最后跳椅子舞，大家点点关注哦！最后跳一个椅子舞，太尴尬了。点关注不迷路，不然找不到我了呀！不然，手机户左上角黄色条形，这样右下角直播通知我。Yeah.
关注大家，好热呀。还有最后一个影子舞，大家点点关注，看影子舞的哥哥点点关注。还有三分钟的时间，没有时间休息了。好热呀，我的肩带透明的，怎么看到的？最后一个椅子我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体力不支了有点，大家点点关注就有体力了。点关注没有体力了。左上角右下角有点体力啊。